下面为您插播一则新闻，本台独家播报。近日接到众多居民反映，家中的美食频繁消失不见，事发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。本台提醒您，即日起尽可能不要远离您的食物。以下画面来自于居民采访。哦吼，这厨房老是油的，翻嚟时候台上全部都老咗啦，累晒大肚。最近一直下雨，给你们两个买了双鞋子，喜欢吗？一会儿试穿看看。两个人怎么这么喜欢？你们两个是以为是玩具啊？哎呀，我的鞋，我鞋被踩掉了。挺可爱的嘛，是个小鞋子。你看，好小一个鞋子。不是吃的，不是吃的。谁先穿？我看你好不好？我们来穿鞋子啦。像个足球鞋一样，怎么还有鞋底啊？穿进去了吗？穿进去了。好像打拳击啊！哎呦，我不行，我笑死了！来来，对着我挥两下。挥！憨憨的，我看。最后一个脚了，我觉得他一会儿肯定不喜欢这个鞋子。嗯，穿好了。下来试跑一下怎么样？你怎么那么搞笑？嘿，我看你怎么穿上鞋都不会走路啦，一直绕圈圈。你走到那边去，我看看，我看过来追你。你走远一点看看，带他练习一下。哎呀，走路走成这个样子也要吃牛肉干。哎呦，还挺灵活的嘛。快点，看什么呢？哎，还想吃。你丸子给我，我逗逗他。喜欢丸子。感觉我好像一只马。哎呦呦，怎么把鞋给脱了？哎呀，我看，啊，我看看。怎么少了一只脚啊？在我这里、哎、不喜欢穿，不喜欢穿啊！算了，那帮你拆掉好不好？还好只买了衣服。哎呀，进来人家，你是把这个当玩具了吧？我看。
下狗来试试看。给叉狗穿好吧。那我们叉狗是穿鞋子了，最后一只脚穿好了。哎，我看看，看二号拳击手准备好了。拳击手二号，笑死了。我觉得叉狗应该会带着不动。叉狗试试看，然后走两步。夏沫一脸疑惑，果然跟我猜想了一样。夏沫干嘛？嗯，迈出了第一步。你看，这什么？那你是个小鱼干，夏沫。夏沫，你脚皮差，盯着不动。你看还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来，夏沫勇敢的跨出第一步。干嘛，夏沫？哎，好棒好棒。你这地板烫脚啊。啊，好棒好棒啊，夏沫。走，来，哎，挺好的。来，夏沫，夏沫，来。哎呀，很棒很棒，走得很棒。夏沫，来。哎，可以啊可以啊，夏沫好像一匹小马。哎呀，走得很好啊，夏沫好棒啊，夏沫。哎，讲讲一个吃的，讲一个吃的。来坐下。我看你怎么样去脱夏沫的鞋。你干什么？一直抢人家夏沫。夏沫鞋现在穿挺好的呀。你又不要穿。想穿好看。刚刚给你穿你不穿。啊，你想穿好看。一点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想长你穿的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个小狗狗真的是。我们试一下新鞋子。好棒，夏沫。哇，都跑起来了，穿上新鞋子都不怕有水了。夏沫，看看你的脚。哦，干干的。好干净啊。不像某只小狗。加拿大终于融雪了，今天好暖和，就是路上全是泥和水滩。这个冰好脏啊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小爪爪、那个小肚肚都黑掉了。初冬了就是脏啊，现在不能洗澡，洗了白洗，今天洗了明天还是这样。哎呀呀，你看我手。看这个，哇，擦完了毛还是黑黑的，一会儿给你做个 SPA 吧，免洗 SPA 好不好。我们夏沫好乖，擦擦手。乌漆嘛黑的，看不清楚到底哪里有泥巴。夏沫是因为黑所以看不见脏吗？哇，看得挺干净，怎么擦出这么多泥。沾巾湿洗膏。
嗯嗯嗯